前加入台湾职棒啦啦队，每次到场后就会掀起轰动。原本从20日开始，他会在桃园球场应援，但他特别提早来台，还悄悄现身球场。刚好当天担任开球嘉宾的陈汉典也特别和李多惠开心合照，而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羡慕直呼好想当陈汉典。除了出现在球场，李多惠还悄悄现身台湾大学，为毕业生送上毕业祝福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，他身穿白色紧身短洋装，站在台大校门口，对着镜头活泼比耶，看起来心情十分开心，让不少台大学生兴奋直呼实在太幸福了。没想到有机会可以在校门口巧遇女神呐、